我们接着上课哈。诊断的话呢，就是三大特点啊，三大特点。但是的话呢，这里的特点当中的话呢，这个病它的主要的是胸部疼痛，所以胸部疼痛当中的话呢，就是关于疼痛，我们又讲要明确那几大六大特点，就是关于疼痛的有几大特点，有些时候跟我们书本上啊，跟书本上其他的这个诊断的这个依据呢，会有一些重叠，会有一些重叠啊。这种重叠比如说伴随症状诱发加重的因素，或者是它的病因病死，是有一些重叠的啊，有一些重叠的。所以对于这个疾病的话呢，它既然是以胸部疼痛为主，所以你就明确这几个方面，疼痛部位啊，疼痛部位啊，疼痛部位。我们在讲症候特点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是不是疼痛部位？但是呢，在讲症候特征的时候呢，没有讲到它的疼痛部位的放射，是不是？放射到哪里呢？先讲上面，还可以帮什么？左背的内侧，是不是？可以向这些地方放射，就是顺着什么呀？现在来讲，你学了现代医学就知道，随着血流的方向，是不是？随着血流的方向，怎么样？放射出去，啊，放射出去，一种疼痛，啊，一种疼痛。这是一个，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的话呢，它会怎么样啊？顺着的话呢，临近的部位，对不对？临近的部位。那么临近的部位的话呢，怎么样？上腹部的这里的剧烈的疼痛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靠着是这个下臂，对不对？心脏的这个下臂的这种疼痛。会引起了一个什么剧烈的上腹部的疼痛啊，剧烈的上腹部疼痛，这个疼痛是造成很多时候啊误诊的一个原因啊，很多时候误诊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它的部位跟其他的啊疼痛有些影响，有些影响啊。疼痛的性质，绝大多数时候含糊不清的不适感说不清楚，但是有些时候可以是闷痛、剧烈疼痛，啊，剧烈疼痛，啊，剧烈疼痛。疼痛的持续的时间的话呢，一般来讲是几十秒钟到几分钟，啊，这样个过程，啊，这样个过程。一般来讲呢，就是几秒钟的算不上，啊，几秒钟的就算不上。再一个的话呢，时间太长的话呢，要注意到另外的病症，啊，另外的病症。所以我们书本上它讲历时数秒到数分，这个数秒钟的话呢，就要有一些啊需要斟酌的地方，啊，需要斟酌的地方。诱发因素，劳累、情绪激动，啊，包括其他的话呢，寒冷、饱餐、吸烟，注意哈，吸烟。吃得过饱，饱餐，当然天气冷，是不是天气冷？劳累就是所有的这种用力，啊，所有的这种用力，它都可以。就是一般的人呢，就是一个上坡啊，登楼梯啊，是不是？还有的话呢，日常的有些活动啊，比如讲就是夫妻之间的房事，有些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，啊，都就会出现这些问题。那当然。冬天的话呢，你可以知道有些人的话呢怎么样啊，喜欢锻炼，是不是啊？早晨一大早出去锻炼，但是现在来讲有些时候要注意怎么样，潜在危险的话它容易出问题，哈，容易出问题啊。还有一些特别的话呢是什么呢？夜间睡眠当中的话，那就是跟睡眠有关系的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的话呢是什么？卧位心绞痛怎么样？餐后和躺下的时候，在卧位它容易出现，这是一种特别的，您都不知道的，或者是有些不会引起重视的一种诱发因素，啊，不会引起重视。你讲嘛，谁都要睡觉，是不是？我躺下去，它怎么就发了呢？事实上，你就注意，这是一种特别的，哈，是一种特别的。
缓解因素，休息和用药治疗，在症候特征已经讲过，是不是？好，已经讲过。伴随症状，在症候特征的时候也已经在说过，是不是？好，不再重复。这个病多见于中年以上。怎么描述呢？40岁以上男性，而且脑力劳动者为多。啊，要注意哈，男性啊，40岁以上脑力劳动者，这是一个涉及到年龄、涉及到性别、涉及到职业它的特点啊，它的特点。这就是关于这个病它的一些诊断的哈、一些依据。在诊断过程当中的话呢，你要注意区别另外的病症。第一个，具有相同胸痛症状的病症，悬疑。这个，它因为胸痛而类似，特别呢悬疑的话呢，它这个胸痛呢可以左可以右，如果同时在左边的话，是不是更容易混淆，对吧？更容易混淆。但是，区别是什么呢？疼痛的部位和特点。疼痛的部位和特点，诱发加重因素，伴随症状，这几个方面来区别。疼痛的部位和特点，胸壁是单胸而痛，可以放射向哪个地方呢？左肩、左背内侧。疼痛它的特点，历时短暂，休息或者用药之后可以缓解。你讲用药是用什么药呢？这不是一般的止疼药，而是什么克血管的，这是特别的。作为我们来讲，疼痛我们都会止疼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说胸痹引起剧烈疼痛不能忍受，你要止疼的话，怎么样啊？一般的止疼药是不行的。要什么止疼药啊？你觉得在你印象当中什么止疼药最好啊？吗啡，对的，这个人就要用吗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疼痛非常剧烈的那一位，啊，疼痛用吗啡说不定还不能够缓解，啊，还不能够缓解，就有那么厉害，是吧？好，悬隐的话呢，他这个病是什么呀？胀痛性质，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持续时间怎么样？比较长，对不对？持续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悬眼来讲有这个特点。好，诱发加重因素，胸痹的话呢是什么？劳累、受寒、饱餐，还有什么情绪激动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它的特点。而胸痹的话呢，那个悬眼的话呢是什么？它是肺系性病，肺系疾病。肺系疾病跟什么有关系？跟呼吸有关系，是吧？呼吸有关系。它闭阻不通的话呢，怎么样？转侧咳跺，是吧？使疼痛加重，这是它的特点。第三个呢是伴随症状，胸痹是心系病症，主要的见证在哪里？心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心悸气短，可以有喘息不得卧，对吧？啊，不能平卧。而悬隐的话呢，它伴随着呼吸系，就是肺系病症，咳嗽、卡痰，啊，咳嗽卡痰。另外的话呢，有些还可以看到内间饱满，这个不太容易，啊，不太容易。这就是你要从区别的话，疼痛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是鉴别也好，不管你是诊断也好，你不是要了解这些，记住。部位、疼痛性质、疼痛程度、持续时间、伴随症状、诱发加重或者缓解因素，对吧？好，这些是它的特点。当然，不同病症的疼痛跟年龄、性别会有一定的关系，是不是？会有一定的关系。还有呢，涉及到另外一个用药治疗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用什么药能够止疼，或者用什么能够缓解，对吧？用什么能够治疗缓解。好，
这一个是我们对所有的疼痛都是通用的。这也就是说，关于疼痛的话，你都要这样问，要这样去了解病情的，啊，要了解病情的。你看，胸痹和胃脘痛，它都是疼痛，啊，它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，疼痛，胸痹的疼痛跟胃脘痛部位非常近，有些时候会有交叉。比如说胸痹的疼痛往底下一传的时候怎么样，那感觉就是在胃脘，是不是感觉就在胃脘。还有一个容易造成混淆的历史原因，古代的话心痛和胃脘痛怎么样啊，没分开来的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才分开来啊？明清时候明确区分开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明清以前的话呢，它还是很多时候会混淆，对吧？所以这还有个历史原因啊。他们的话呢，要区别他们，还是要根据疼痛的那几大特点，疼痛的部位，一个在胃脘，一个在胸，是不是？好，胃脘的话呢，跟谁有关系啊？跟胃有关系。跟胃有关系，是不是跟饮食相关？对吧？跟饮食相关，饮食相关的话，那就是进食或者是没有进食，就是饿着肚子，它都有可能会有疼痛，是不是？好，都有可能会有疼痛。而胸痹的话，有些时候跟进食有关系，是什么呀？太饱了，是不是？它不是跟进食相关，而是吃的太饱，对不对？叫饱餐，哈，饱餐。那么疼痛的性质呢？它不一样。含糊不清的闷痛，而胃脘痛是什么呀？胀痛、钝痛，是不是？胀痛、钝痛。好，疼痛的持续时间怎么样？胃脘痛持续时间会很长的，对不对？会很长的。而胸痹的疼痛的话呢，怎么样？持续时间历时是短暂的，啊，历时是短暂的，啊。伴随的症状，一个是脾胃系的症状，或者叫脾胃消化系的症状，是不是？脾胃系症状是什么？呕心、呕吐、嗳气、吞咽、嘈杂这一类，是不是？好，将来我们会学到这个病症。而胸痹的话呢，是什么？心系的，对不对？心系症状，好，心系症状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呢，在典型的情况之下是能区别的。而问题是容易混淆的是什么呀？不典型的或者下痹的胸痹怎么样？往底下传，是不是？往底下传。好，往底下传的时候，容易被误认为胃脘痛，这一点要小心，啊，要小心。这是包括现代医学都容易混淆的一个症状，啊，一种表现。那么你就要结合到一个什么呀？一个特点，啊。以前有没有这个病史啊？对不对？以前有没有这个病史啊？最近饮食方面有什么异常啊？是不是？好，什么年龄特点啊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些方面的话呢，可以佐证你的怀疑什么。当然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，都能够做辅助检查，是不是？好，增加了检出率，啊，增加了检出率，这是你要注意一下，啊，你要注意一下。第三个呢是什么呢？胸痹跟真心痛，胸痹和真心痛应该是属于一个疾病，两个过程。真心痛是胸痹进一步发展所致，就是病情严重的时候就是真心痛，发展为真心痛。真心痛的表现，心痛剧烈持续不减，伴有汗出之冷，这就跟胸痹的短暂怎么样不一样。持续不减多少呢？一般来讲超过15分钟、20分钟，甚至是30分钟以上，您就要考虑非常剧烈，啊，非常剧烈。疼痛剧烈的时候是什么？心痛彻背，背痛彻心，还有一个心痛肾，痛肾这个名词的话，啊，这个描述心痛肾，这是古代的一个名一个说法，啊，这个呀
因为这个疼痛程度确实不好跟你说，是十二分痛，是啊。那人家说你说一个，哎呀，十分痛，人家还说一个什么十二分痛，对不对？给你再来两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只要是你理解这个词，心痛肾，心痛彻背，背痛彻心，还有一个表现，手足轻至结，痛的来怎么样啊？肢端发冷，你就会追，你追一下哈。有些人非常痛的时候，怎么样啊？痛的冒冷汗，是不是冒汗？是不是？还有一个，那个肢端怎么样？发凉，凉得很，是不是？好，肢端确实凉得很，这就是它的特点。手足轻至结，哎呀，绝冷，啊，绝冷，啊，真心痛，还附带说明了它的愈合，淡发息死，息发淡死，怎么样？一发作之后，搞不好很快就死亡。当然，现在的话怎么样啊？在明清时候，他就已经说清楚了，这个病也就未必就淡发息死，息发淡死，怎么样啊？观察治疗，是吧？哪一个病症虽然说发生真心痛，但是经过抢救怎么样？经过积极治疗，它会好的，它会好的啊！这是真心痛。相关检查是现代医学的，你们学西医内科学的是好生把它搞清楚啊，好生把它搞清楚。辨证论治，辨证的要点分清楚虚实，标本虚实，就是本虚标实，或者标实本虚，标实四大方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事实上在讲这个心虚病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了四个方面啊，四个方面：气滞、痰阻、血瘀、寒凝。啊，四大方面，这是标识。啊，标识这四大方面的话呢，气滞，气滞的特点是什么？闷重而痛轻，这是它的特点。伴随着什么？肝郁气滞的表现。啊，这就是气滞。那么气滞的舌脉特点有什么呢？你就要记住，舌滞的表现是跟它寒热有关系，舌苔的表现是跟它有邪无邪有关，对吧？脉象的特点这就更好说了，是吧？更好说了。为什么？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脉象。舌滞的话呢是什么？红色，红和不红的话是不是跟有热无热有关系？舌苔的话呢，厚薄是不是跟它有邪无邪相关？那么气滞的话呢，没有有邪之邪气，所以它的舌苔怎么样？薄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热还不明显，舌滞的话是不是淡红的？是不是跟正常舌滞一样的？脉象的特点是什么？弦脉。气滞典型的脉象特点，或者中医的特点，舌滞和脉象最大的或者最典型的在脉象，弦脉，气滞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病人的话呢，只要一摸弦脉啊，当然现在春天，你讲春天微微有点弦，而不是很弦。病人一来的话，很弦的那个典型的弦脉怎么样啊？立马就可以告诉他，怎么样？你心情不爽快，是吧？心情不爽快。这是什么？气气郁结，郁结在里头，是不是不爽快呀？就这样说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。痰浊呢是什么呢？滞闷疼痛，咽天加重。为什么？痰浊是不是阴邪？阴邪是不是在这种咽天这样一个情况之下，是不是会加重啊？这是的，对不对？伴有痰浊的见证。痰浊见证是什么？有可能吐痰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，这个人有痰浊之下，你怎么看得出来啊？中医说肥人多痰湿，对不对？那么痰浊见证是什么产生的呀？湿滞产生的，跟谁有关系啊？脾为生痰之源，
是不是它有个可以见到一个脾虚湿滞的表现啊，对吧？这就是痰浊见证。而舌苔腻，脉弦或者脉滑。医学的话呢是什么？痛处固定，夜间多发，这才是它的特点。而我在这里头的话呢，把中医常见的那一个所谓的刺痛这个表现故意的弱化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要请你注意，中医是把刺痛作为淤血见证的代表现或者标志性症状，但是在这里头呢，你就要注意刺痛有什么样的刺，对不对？那么针尖尖一样的那种刺痛不是的啊，那种刺痛不是的。那么你讲除了这个刺痛还有什么刺痛啊？啊，那么那种淤血的刺痛，它是讲如锥如刺，那个锥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那个锥不一样了啊，那么跟你那种小小的那种针就区别就比较大了。当然这种区别还是要怎么样啊，靠病人的感觉，因为疼痛本身就是一个感觉，你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你只能从什么呢，共同的一些表现特征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疼痛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一疼痛人首先是要怎么样啊，要忍住疼痛，要忍住疼痛，要忍受的是怎么样，牙齿是咬紧的，是不是？完了之后呢，你要咬紧牙关怎么样啊，所有的面部表情怎么样，僵起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皱着一堆怎么样？但是这种感觉的话呢，不仅仅见于疼痛，是不是？不仅仅见于疼痛，所以这个表情只能推断啊，体会不到的啊。寒的话呢是什么？痛聚如绞，哎，寒线是非常疼痛，遇寒而发，得冷加剧，这是寒的特点，这是作为标识之症。本虚之症见于什么？气虚、阳虚、气咽两虚。气虚短气，阳虚有寒，气咽两虚的话呢，不仅仅有气虚短气的特点，还有什么阴虚内热、阴精不足的特点，它就有什么口干舌燥，对不对？口干舌燥是看得到的啊。然后的话呢，阴精不足的话，舌面上无苔，乏津干，这是不是可以看到啊？是吧？那么这些特点是阴虚的特点啊。当然虚症的疼痛怎么样，除了阳虚有寒，阴来撑，阴寒来撑会疼痛剧烈以外，是不是都比较疼痛特点的话，虚症的疼痛特点中医都表现出来眼痛，是不是？疼痛不是非常剧烈，对不对？那么的话呢怎么样啊，食坐食止是它的另外一个特点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这是本虚啊，这是本虚。第二个呢要搞清楚的就是病情轻重，对这个病来说，病情轻重，疼痛程度、持续时间、发作次数跟病情的轻重有关系，我们书本上讲得很详细。持续时间短暂，瞬息即逝，这个瞬息也是几十秒钟，对不对？要几十秒钟，这个是属于轻的。持续时间长，反复发作的，那肯定重，肯定重啊。持续数小时甚至数日不休的，那肯定是危害重症啊。这一类的话呢该怎么办啊？现在也有办法，怎么样？紧急手术，是不是拖到手术台上去啊？有一大部分还是拉得回来的啊，这是现代医学的进展啊，现代医学的进展。疼痛愈老发作，休息或用药缓解的怎么样？这是不是就比较好？如果说服药都难以缓解的，这怎么样？是不是把麻烦了？那就麻烦大了，是不是啊？麻烦大了，这是它的特点。好，治疗。既然说它的病理性质是本虚标实，是不是在辨证的时候首先要区分的就是虚实，是不是本虚标实之症？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，治疗您是不是要补虚泻实啊？针对虚实来治疗，是不是？而虚实治疗过程当中，发作期怎么样？以标实为主，是不是？缓解期呢？以正虚为主，是不是？
治疗的时候都是病人发作的时候来找你啊，对不对？病人不发作一般不找你，对不对？一发作他才知道，不行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，是不是先治标后治本？所以先从驱邪入手，然后再于扶正，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两个同时兼顾？同时兼顾是不是一起用力？它有主次不同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中医的原则，中医的原则，中医的原则涉及到我们书本上教科书上叫做临针备药当中，它就总结出来叫做以通为补，通补结合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事实上它讲的是不是一样？是一样的啊，因为它的病机是本虚标实，虚实夹杂，发作期以标实为主，缓解期以本虚为主，所以治疗原则先从驱邪入手，然后再于扶正，必要的时候两者兼顾，分清楚主次。泻实针对邪气，气滞痰浊血瘀寒邪，对吧？那采取的治疗梳理气机，活血化瘀，辛温通阳，泻浊藿糖。尤其要注重的是什么？活血化瘀，化瘀化，活血化瘀化的话，告诉你，现代医学吸收的话就比中医快。为什么？血路现代医学的很多疾病治疗活血化瘀，你不相信你去看，活血化瘀写入很多现代疾病的治疗，特别是心脑血管病变，心脑血管的缺血性病变，活血化瘀是一大治疗法则啊。现代医学的治疗都是一个治疗法则，所以活血通脉之法非常重要。第二个补虚，是权衡心脏阴阳气血的不足，是不是渐渐有肺肝脾肾这些脏腑的见证？这里头特别重视的是什么？心气不足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讲分证论治，分这几个方面：标实和本虚。标实，鲜血瘀阻之症，胸痹淤血的特点，是不是？淤血的特点，中医来讲，标志性症状，疼痛如刺。好。如果说颅刺你要区别的话呢，那就颅椎颅刺，那就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颅液幽盛，甚至的话呢，胸痛彻背，背痛彻先，痛眼兼背，日久不愈。为什么？淤血时间比较长，可以因为暴露而劳累加重。那么淤血的见证，舌质紫斑紫暗，或者有瘀点，脉悬或者是色满，这是心血瘀阻。治疗活血化瘀，通脉止痛，代表方血府逐瘀汤。这些在道理一理顺的时候是不是很简单？正理法方药都很简单，关键你要把正给认识清楚，正给认识清楚，就抓住淤血特点的这种症状表现。那么病人的症状描述再加上你简体诊断查体，就是我们的什么呢？医生的望闻切，这些医生的这些功夫，是不是？好，望诊淤血的紫斑暗，是不是？好，切诊色脉、弦脉这一类气血不通畅的一些脉象，啊，气血脉。淤血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淤血的成因有什么？气滞血瘀、寒凝血瘀，是不是？寒凝血瘀、痰浊血瘀，还有呢，气虚血瘀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它的来历是很多的。事实上的话呢，我们中医学上现在还对什么呢？热结，虽然说血液奔流，是不是？但是它还是会导致淤血。为什么？出血就为离经之血，并为淤血，所以它还是伴有淤血，对不对？
所以淤血的成因不一样，是不是决定你的加减方法药物不一样，这就是加减，是不是？好，加减，加减的话呢，要注意疼痛比较重的，还是中医有止痛的，是什么？加重行气止痛的药，啊，行气止痛的药。当然寒邪的话呢，怎么样？寒凝血瘀的话，就要加上散寒的。但是我们有专门一个症型跟寒相关，是不是？寒凝的，啊，气虚的话呢要活血。第二个，气滞心胸。气滞心胸的话，胸痹是不是以气滞的为主？所以气滞为主的疼痛是什么呀？是不是冷闷，就是胀闷为主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中医在认识这个的话呢，认识这个症状特点的时候，气就是一个胀的一个特点，对不对？以胀为主。但是这个胀是什么？气滞在阻滞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有气滞的另外的表现特点？是吧？所以气滞的另外表现特点是什么？这个人平素之间情绪就郁闷，是不是？郁结不畅，郁结不畅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就时时想畅通气机。那么我们畅通气机的话靠什么呀？叹息，是不是？叹息，长叹一气，你试试看，很舒坦的，对不对？长叹一气你会很舒坦的啊。再一个的话呢，气呢从上出，可不可以从下出啊？所以使气之后它也会能够缓解，这都是能够气机能够充化啊。这是中医在认为这个气滞的过程当中的几大特点啊，几大特点啊。当然它的脉，舌和脉象刚才已经讲过，是不是？舌淡苔白，脉细弦，治疗疏调气机，和血疏脉，代表方柴胡疏肝散这一类的啊，柴胡疏肝散一类啊。加减的话呢，就是气滞会导致很多变化，那这是我们相互兼加，跟其他的内容也会重叠。我们再来讲痰浊闭阻。痰浊闭阻是痰浊的特点，闷重心痛微，遇烟雨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。伴见的症状表现是脾虚失停，所以这个人的话呢是什么呀？痰多气短，肢体沉重，形体肥胖，倦怠乏力，纳呆便溏，是不是？痰湿之下，病人的话呢什么？形体肥胖，对吧？啊，那么痰湿之下湿盛则肿，所以舌体胖大，边上就有齿痕，胖大舌都可以见到齿痕，对吧？好，舌苔浊腻或者白腻，这是不是痰湿之象？脉滑，这是有涎之邪，是不是？好，治疗的话该怎么样？通阳泻浊，藿汤开结。书本上用的代表方是张仲景的瓜蒌泻白半夏汤，它加强了祛痰的，就合用了地坛汤，合用了地坛汤啊，这是它的特点啊。痰浊闭阻之症，痰浊可以化瘀 化热，痰瘀可以交阻，是不是？痰瘀可以交阻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，它的痰浊的变化，这是后面的加减。好，第四一个标识之症，寒凝心脉。寒凝心脉因为寒线凛冽，它会怎么样啊？收引，它的疼痛怎么样？疼痛如绞，疼痛剧烈。你想哭着来好痛的，是不是？你去看一下哭着为什么好痛啊？哭着是好痛，为什么？你去看那个孙悟空，他拿起来都不会讲安一个东西在里头让他胀出来痛，拿什么紧缩着让他痛得难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收紧了更痛，对不对？收紧了更痛啊，收紧了更痛。痛是剧烈，遇寒而发，得冷加剧，这是寒凝心脉疼痛的特点，寒邪疼痛的特点都是一样的。
他进来这航协，他就伴有李航之见证。还有呢，他航协主持心脉不畅，所以他就有心脉不畅的一些表现。行航手足不温，冷汗自出，面色苍白，这是什么航相？是不是李航之见证？而胸闷气短，心悸，是不是心脉不畅的表现啊？脉沉紧或者沉细，特别是沉紧紧脉，是不是收紧了？这是脉象的特点，脉象的特点。治疗心温上寒，宣通心阳，枳实泻白桂枝汤，还是张仲景的方，是吧？和当归四逆汤，和当归四逆汤，好，这是它的特点。那么咽寒重，疼痛非常剧烈，怎么样？可以加重，用乌头赤石止亡，那就用乌头大辛大热之品，是不是？大辛大热之品，啊，这是实证。下面来讲虚证，本虚，本虚，气咽两虚，气咽两虚。气咽两虚就是有气虚见证，有咽虚见证。胸痹虚症的特点，心痛、眼痛，时坐时休；心气虚，心悸气短，动则一盛，体倦乏力，对吧？这是气虚见证。当然，身心虚微，自汗出，面色缓白，这也是可以看得到的，是吧？阴虚的特点是什么？有些时候可能会有灼热疼痛，对吧？心烦不寐，阴虚内热老神嘛，是不是？心烦不寐，盗汗，口干，大便不爽，还可以出现什么呀？阴虚内热的其他的见证，是不是？阴虚内热的其他见证，啊，比如说舌红少津啊，脉细数呀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时候气咽两虚的话，您看气虚明显还是阴虚明显？所以它所表现的症和表现是不是会有差异啊？对吧？治疗的话呢，是不是既要益气又要养阴？对不对？好，益气养阴，活血通脉。书本上用的代表方生脉散和人参养龙汤加减。生脉散和人参养龙汤合起来只有益气养阴，而活血通脉是不够的啊，所以你要加重的就是活血通脉之药，加减加减啊。气咽两虚，心肾阴虚，心肾阴虚，心痛憋闷，阴虚内热，所以它就有心悸盗汗、虚烦不寐、口干便秘。这是心肾阴虚，除了心之见证之外，还可以看到肾之见证，是不是？肾之见证一般来讲我们都说什么？腰膝酸软，这是腰之腑，是不是？主骨。还有什么东西？髓海不足，对吧？髓海不足怎么样？头晕耳鸣啊，头晕耳鸣。治疗滋阴清热，养心和络。书本上用的代表方天王补心丹和炙甘草汤加减。好，第七个，心肾阳虚。心肾阳虚它是虚症，阳虚有寒，所以类似于寒凝，是不是？它的见证疼痛怎么样？比较厉害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因为阳虚，阳虚胸阳不振，怎么样啊？他就有心悸动，心悸动这样一个表现。心阳不能振动啊，所以心悸动，而动则易肾，阳虚不能耐寒，所以遇冷加剧，有寒的特点，有虚的特点，再加上寒的特点，这就是心肾阳虚。心肾阳虚既有心的见证，又有肾的见证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在这里的话呢，寒的见证四肢不温，面色缓白；气虚见证气短，动则更甚，自汗，神疲倦怠。啊，治疗温补阳气，
正本心阳，温补阳气，正本心阳。代表方：生附汤和右归眼加减。生附汤和右归眼加减，啊，这是它的特点，这是它的特点。那在这个病的话呢，还有一些中成药，这些中成药呢，有些在生产，有些没在生产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啊，书上也会有的，啊，书上也会有的。这个病治疗及时得当，可以有比较长时间的缓解。当然，严重的是什么？发展为真心痛，是不是？真心痛，真心痛发展为什么？就是说，淡发稀死，稀发淡死的危害，愈合不好。对这个病的预防，啊，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在1999年有一个世界心脏日。世界心脏日，它的永恒的主题叫健康的心，快乐人生，是不是？健康的心，快乐人生。那2006年，他说你的心脏有多年轻，是不是？好，2007年提出一个和谐社会，啊，跟我们提出的和谐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和谐社会，健康家庭，和谐社会。2008年提出了了解您的危险，这一点您注意一下。了解你的危险，这就是危险因素。危险因素，控制危险因素，是不是就是预防啊？一切预防就是控制危险因素。哪些呢？肥胖，你们这里没有肥胖的，是不是？女同学有一个潮流叫减肥，是不是？注意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。高血压，另外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？叫缺乏运动。营养失衡，吸烟，没有吗？心血管疾病是一种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，演化自青少年便已开始啊！演化青少年，你们现在是什么？千年，是不是？啊，哪些东西呢？现在的这个东西哈，有一个进门找电梯，是不是？出门就打的，吸烟半库，垃圾食品装腹，不良生活方式，啊，要怎么样控制好？就是控制危险因素，这就是预防，啊，预防，好，课就讲到这，休息。